佢个发型好啱佢啊！你讲佢最近剪咗个头发，定系你讲佢个齐音？哦，系啊，都好啱佢个性格，因为佢系一个即我觉得做歌手始终同即系偶像同你做电视系有少少唔同，因为电视嘅话你需要嗰个亲和力比较多啲，但如果你做歌手嘅话，系要一个形象俾人记得，所以有时候唔一定话嗰个要系好靓靓或者系好完美嘅一个形象，反而你有啲灵觉要令人更加容易记得你咯。所以我系觉得有咗呢一个齐音之后，啲人系容易记得，即系就算我当初我未睇星梦或者未去帮我哋做 styling 之前。我就想起啲人話做下星夢啊咩咩咩，我第一個都係記起嗰個齊音，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髮型定位咁樣。咁你依家就畢曬業啦，其實叫做自己仲使唔使跟落去咧？呢個形象都有啊，有繼續幫手啊，即係睇下佢哋一啲唔同嘅而家佢哋都有廣告接啦，或者係有一啲出席唔同嘅演出啊，咁樣都有幫佢哋去 style 下。